是小熊，我是阿天。今天我们要来猜超级无敌多的公主和公主裙。哎，不知道里面有什么？听说里面有超多超美的公主裙，一共是12个，今天可以猜到手软了。哇，你这个好漂亮呢，人家是个白雪公主哎，还有一件高科技的衣服是这样穿的，厉害了，第一次看到这种换装方式，美美的。那你可以换上我这一套吗？可以啊，我怎么可以耶，太神奇了，继续猜吧。那我还能猜到什么公主？粉色的。你这个是灰姑娘，我这是什么？有人认识吗？她的眼睛长得好可怕，蓝色的。有没有发现她们表情好像都差不多？哇，猜出来一共有这么多位公主，还有这么多的衣服。话说，那你买这6位公主花了多少钱？100块。100块？我不会告诉你，我是拿你的0块钱去买的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啊，既然是这样子，那我就抽一个小可爱，送出一个公主，一起快乐。关注小熊，评论你喜欢哪个公主，还有哪个颜色的衣服，抽一个小可爱送一份给你啦。